绘画对于每个艺术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绘画是挺难的一件事情，几乎是个极限了。绘画的可能性仍然继续存在，怎么发现它？现实政策、宗教、信仰，我们这还是一个超验的问题。人最初接触艺术，你最先看到什么？你这件事情会影响你整个历史道路。手的意义在哪里？还是说没有了？这件事情挺困惑的。我真是想要这个题目呢，其实是一种开放性的，因为你把这个修正这个词交给了我的观众，每个人的 DNA 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决定了所谓的共性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100个艺术家关注的点是100个点，所以我们是否认为他们都是平等的？这个历史也做出一个选择，不选择不行，他必须选择。